对，绝对不可能。等会可以超越我。我如果超过18抽才抽到大奖的话，你这个月餐费我全包了。中间都说神魔女将，你是最正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我想再请你亲自跟我讲一下，为什么你是最正的？我不想承认这个例子。可是我也看过了。哎、欸，我给你看一个语音。我觉得今天最屌的三连发哇！羡慕吗？安安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十点几分开抽嘞？十点十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拉赛一下。可以啊，先拉赛拉个十分钟。十分开抽，好不好？还没有那个留言抽奖的，赶快去那个粉丝团留言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要看一下我够不够。想看大玩醉公园？真的，不然大家都说我非洲，当然是要欧一下。这个是股币，哎、欸，有股币可以抽，你要抽一下。股币里面都是好卡，都是牛逼的吗？都是牛逼，它是一定是大奖。那我完了，有机会中是有。来个，我要股币封印啊！股币封印，股币封印。只能单抽哎、欸，这边只能抽五次哦，真的只能抽五次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很硬，这个每一抽下去都是。但是它里面所有的黑金都抽得到哦。哦，就是营地是黑金吗？没有没有，这白的。哦，这白的。黑金抽下来就哦。那黑金它几率多少？几率有、哦、应该大概有20%。20%，那蛮高的。哎、欸，那就是、欸、这个妹子刚刚有料。这个很强。英格利，这个是他们自家卡片里面最强的队长。哦、真的假的？所以我刚刚算蛮欧的、嗯，我算有料就对了。对你这个算完赛、欸，我可以抽完吗？算完赛可以啊。我觉得不抽一张黑金说不过去。今天愚人节，希望大家可以祝我欧洲好不好？愚人节，今天愚人节不要再说飞了，OK？ 你们讲欧，我也会觉得是飞了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怎么样、欸？没有没有，不一定啊。白金也是有、啊，白金也是有料的，对不对？这张哦，看起来蛮帅的啦。哎呀，好吧，那也没有。嗯不是妹子，欸、我觉得啊，四抽里面抽到一张黑金，合情合理哦。欸，我上次抽20几张，没有一张。那是你的问题。OK， 是。看来我跟你差不多。大碗代抽，真的，合理啊。非洲兄弟，欸，我跟你讲，我是要抽下来才会变吗？还是这里就看得出来？你这边就看得出来是不是黑金啊？我这里就看，我要拉才看得出来哦。黑金卡长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欸，我长那样子。真的，那是官方送的地毯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哦，那也没办法。有啊，4张全部都没有啊，第五抽啊。哎、欸，这個、地毯超帅的，要抽就抽大的，有没有？那官方送我的，可是上面都没有，就被那个猫拿去拿地毯了。你已经变猫的地毯了。还有一发，哦，还有一发、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抽一抽，还可以再玩这个。好、哦，因为它这个其实就算是。算是 bonus， OK。你十连抽，你抽其他卡池十连抽就送你抽一次这个的机会。Oh, 所以、oh, 你要其他十连抽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免费的。OK， 那其实蛮赚的、啊，但那也没办法，那也是没办法。欸、真的黑、欸，真的黑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只有料吗？这只有料，哦，这只还行，就是它可能是白，就是我刚才没补，但是没抽到黑金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加减 啊，这个加减，反正我们等等搞不好还有嘛。好，哎、欸，我们先抽，开始抽鬼灭了，还都留完眼了哈。欸、我还没留，算了。你不要跟他们抢名额。对，算了算了。这十个。哦哦，这么有效率哦。对，这十个。来，大家自己看一下有没有中，好不好？自己看啊。就是这十个。大王代抽必到非洲，这是你的。并没有，他们讲错了，是相信大王代抽保证抵达欧洲，不要乱讲话。来。你先抽、欸，我先抽。我们是要、欸、你先来吧，我先看。总共抽10张，可是我觉得十连抽的话，速度可能太快。那一张一张，所以我们一张一张抽，好吧？没问题，慢慢来。来，你给你抽啊，给你抽一下。那我们就抽到大奖换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抽到。还是我抽一抽就不会换你。我怕你可能抽到。应该没那么秀啦，我怕你可能要抽很久。不会那么秀啦，不要闹了。3个4%加1个1%，10抽内一定出货，好不好？我第一张就小奖、欸。我自己的账号 一抽就富刚一哦，你不能这样讲，几乎都是小奖，大多数都是小奖，大奖大概13%而已。4 4 4，哎，这个特效我记得，我今天有抽一下，他要有一个人影出去，对，有一个人影就是大奖。哇，老三，我觉得还行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真的不会那么惨，没有，我这边还是得跟那个大家 YouTube 看的观众再郑重的说明一次。其实我本人在突击开的时候，有时候没有这么飞，但是因为大家比较喜欢看非洲的影片，我才都上传非洲的影片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刻板印象。对，实际上真的没有那么飞，好不好？这是他给自己的人设，是吗？还是你其实不想？其实好像都蛮飞的。
欸、都没有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大概十张，三张没有，还好吧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啦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你要相信这个几率，你得相信几率。如果我真的十抽都没抽到，你再来追我飞，好不好？十抽没中，真的是，真的是飛。如果我真的十抽没抽到，我就承认我是非洲了。好，但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大概第七、第八抽就是。还敢解释啊？这个线太好玩了。欸、我跟我们两个观众的那个受众很像，真的啊，真的，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大丸喂食，好不好？我每次都跟我说，欸、我今天去找小强，说什么大丸，你跟许哥熟吗？我观众也是都不相信哎、欸，对他们其实都好像我观众反而认识你的人超级多，他都会玩一些很香的游戏，你这个也很香啊，哦、这个很香，你这个也是香的、啊，马娘那个比较香吧？这个也蛮香的、啊、哦，对了，神魔里面也是最近他的这个妹画风开始越来越就是。我还记得神魔最早第一次越来越开放，他第一次跟那个美好世界合作的时候，被人家说什么太油了。哦、对，但后来大家后来也选择。其实我后面去看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很好看，那个七角是蛮，而且好白痴哦、喔，那个动画。你知道，随着跟你的聊天，我已经我知道你第七了嘛，我已经第七了，我已经快不行了。你还有在玩怪物弹珠吗？怪物弹珠最近比较少玩，因为有了吧？有吗？迷豆子，第七抽还行吧？还行啊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如果七抽中一的话，算几率的话，大概。35抽7抽中的话，大概20%。哎，其实算还可以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只是可以。换我啊！来，哦，现在有那么少，现在可能差不多，现在更多，快3000张了，快3000张。我鼻子长痘痘还是长痣，我那个叫做帅哥帅哥班，好不好？不要问那么多。来，让我看你多秀。我7抽还抽到哦，你就不要超过我。蝴蝶，我们今天就来比，到底谁是 YouTube 界的非洲人 ？YouTube 界哦 ，YouTube 界应该是平民百姓哦，百姓很肥。哎、欸，百姓超飞，超飞，真的。但是他天台二超欧，干！你打到这种贵的游戏，可是贵的游戏欧比较好啊。对啊，花的更少。对啊，靠北打不开。哇，两次绕赛，没关系，我们要哎、欸，那抽到炭治郎的特效是一样的吗？还是炭治郎不一样？炭治郎哦，因为感觉炭治郎是最大奖，它会不一样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都是一样的、哦，都是一样的人跑过去。我现在几抽了？两次哦，两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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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还好啦。对，让我看你多久。三次。你的门看起来有点可笑。什么门？哎、欸，我其实蛮强的，我是你刚开门那瞬间。哦。善意蛮强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当队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当队长我觉得不太行。因为之前那个怪物弹珠合作也是善意很强，小奖里面的大奖。第四抽，老三，我只要比你少我就赢。我觉得你应该比我惨。其实我，他们俩在他们在玩。你有给猫咪抽过卡吗？我有，很欧，超级非洲，超级欧，超级、欸、真的吗？嗯，我家的猫超级欧，我家的不行。我前几天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取欧派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布比太黑了，所以我就想说取一只欧开头的，让他看能不能。那为什么会叫欧这个？抽卡欧，为什么叫欧派？布比姐姐取的，因为他说他的观众都说他没欧派。说他没有胸部啊，这么靠背、啊，他就取一只欧派这样子，我有欧派了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概念，聪明聪明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我几次了？五次哦，哎、欸，五次，对你五次，第六次，没有了，你抽到炭治郎就赢了，但是你这里，哎、欸欸欸，你好像有料嘞，你有料，哦哟，义勇，富冈义勇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富冈义勇，好，第二位，总富冈义勇，这样我比你，你比我欧一点。嗯这个是，看来你这个非洲霸主的宝座是无法动摇的。没有啦，没有一台来轮流轮流。我跟你说啦，等等就轮到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单抽抽完直接轮到你。自信的，把它给打开。来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办法。哎、欸，你鬼灭最喜欢哪个角色？鬼灭哦，我比较喜欢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没有出啊。你最喜欢？我比较喜欢那个，我喜欢风柱。我以为你要，我以为你要说那个、欸，那个大的那个。我以为你要说，我不想大声斥责的，但他真的太大了。没有，我比较喜欢冷刺蛋大、欸。女角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冷多一点。我也是哎、欸，我觉得冷比较喜歡。我觉得他的那个配音，哇、哦，他配音那个声音，对吧、啊？他配的声音很听声音就可以了。对，早见沙子，他那个声音我蛮有名。我好了，谢谢邱小杰，谢谢 MZ 啊，你才会 MZ 就是我女朋友，还偷看，对，还偷看，赖冠八，赖冠八七九五。哎、欸，眼睛很厉，这个我真的没发现。然后趁你没在看的时候。阿、啊、所以你刚刚有中吗？还好，这第三抽，不贵了。
不过我觉得单抽很爽，而且神魔十连是后来才有的，我记得最早最早是单抽，然后在那边一直撸。现在好比较不要浪费时间。对，现在的游戏真的就是阿云哦，阿云 YouTube 账号叫什么？阿云 YouTube 账号就叫阿云，哦就叫阿云，他说他今天会看直播啦，哎、欸、阿云你在吗？祝福我一下吧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真的飞。对，好像比上一次更还没有四抽而已，还好，真的四而已吗？我这是四而已，因为我先抽七，你再抽六嘛，所以要从二十二开始算。哦现在，哎、欸，我抽十次。阿云，等一下要不要吃饭？阿云，老婆要吃一下吗？要不要喝一下？我看他很喜欢吃海底捞，他很喜欢吃海底捞，而且我们不喜欢吃海底捞。好啊，也可以啊。海天叫你女朋友现在杀回来。你坐从台南坐，从台南坐高铁，哎、欸，现在坐高铁，哎、欸，还来得及，哎、欸，坐一半好吗？那可是他明天还要工作，再吃完再坐回去，再坐回去。没有，吃完你载他回台南。然后我再开回来，你再开回来，那明天也不用开直播。这样子我可能会直接死掉。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几抽了？好像六抽了呢。这一轮几抽了？这一轮怪怪的呢。反正你哎，七二十二开始送嘛，二十二开始送，六次啊，七嘛，那、啊、我多少？没有，没有，七我五，没有你六，我六，我七你六，然后我现在七了，所以这是第七。对，我第二轮现在。还好今天送奖品，哎、欸，我那我都帮你剪精华，哎、欸、，OK OK OK， 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还好今天送奖品不是那个我们几抽然后送几张、不然大家就没奖品了。对，至少保底一定有啊，只是由此可以见证他真的是非洲人、啊。你不能这样讲，非洲国王没有啦，我们要抽就抽大的好不好？四趴我不要，第八，我跟你讲，我等等要来就抽到一趴了。我要抽就抽一趴的几率，对，要抽就抽三张。哎、欸，这是第几抽啊？哎、欸，第八，第八，对，第八，要第九，要第九。對确定吗？对，要第九，这是第九，这个第九是第九，没有该来了啦！真的非洲了，这不可能有人快十抽还没。我们今天验证了这个事实，哎、欸，没有亲眼见证，我还真的不信。厉害了，观众一直說，我观众还跟我说，哎、欸，小许是那个神魔之塔的非洲人，我真的很悲、欸，结果你比我更悲、啊，我好像比你更有料。第十吗？第十了，第十，第十抽，该来了啦！哎、欸，我该不会按到保底吧？哎、欸，如果真的保底，那、欸、这样的话，观众就会觉得我的精华是真的，都会觉得我真的飞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剪辑过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没有剪辑过。我们这个是哎，该、欸、来了，真的该秀了，好不好？怎么可能还没有？我觉得怪怪的。怪怪的，我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哪里怪怪的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他说我在旁边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刚进来你家呢，我那个磁场让我好像我在旁边，他才七抽中，我不在旁边，他可能七十抽中。你真的没有？我刚一来你家那个磁场，我一进来之后肩膀有点重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十二吗？十二，我靠，我感觉真的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够黑、欸，有料吗？有料有料，十二还是十三啊？十二十二十二。没有，但我跟你讲，我还有十抽，我就不信抽到保底前我一只都没有啦，不可能。这种话不要讲太早。我相信我不会那么惨，该来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超烂，还给猪。你有发现板桥万磁王？你有发现你今天直播时间特别久、因为我抽什么？你知道我平常抽一抽入魂，我都时间抽啦。我知道，没有，你说今天慢慢玩嘛？你今天慢慢玩，因为难得来了。那你有想过，搞不好我时间抽你也要入很久？也应该也是可能会比平常久。屁咧！哎、欸，十四了吧？十四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算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刚刚二十二。我七你，你七我六。哎、欸，然后二十二，十，哎，十四了，十四了，这第十五，这第十五了。好扯，真的扯。OK 啦。哎、欸，这一轮真的扯、欸。我真的要。那我等着你说啦，神魔是玩好游戏啊，好游戏才有保底啦，好不好？没有一个游戏这么像它保底那么、欸。没错，说的好、哦，只是一直在往保底的路上前进。第十六了，十六了，就真的该来了啦，不可能再不来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怪怪的、欸，哎、欸，超烂的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上一次的那个卡夹，我十抽就结束了。不要再说了，十抽有八张新卡。为什么我十六抽什么都没有，你十抽全部带走？我不合理。十七，十七吗？真的，真的要保底？哎、欸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没有保底，你再努力一点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再努力一下，再努力一下。十八，没有啦，还有五次啦，不会啊，剩五次，一定有啦，好不好？欸、这太扯了啊！一定有啦！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来，要抽就抽大的，他、欸。
兄弟，十八抽好像没什么好高兴的。我刚才想说抽炭治郎可以秀一下。哎，结果你都抽 Nezuko 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 Nezuko 好可爱。Nezuko OK 的吧？2663嘛，对不对？2663。好来，换我。哎，啊，可是我等下抽到保底，那样算中吗？我觉得保底不算哦。保底不算吗？我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啦。请说。正式抽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大保底之前，我会再抽到一张。好了，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。大碗都抽最烂的那张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，还真的，是最烂的，哎、欸，真的，真的，可他最可爱、啊，不会中吧？我、哦、没有，我想说他帮我做的效果，真的，还有人很靠北说大碗，我就知道你 YouTube 都是真的，干空发小，真的完全没有作假，空发小，非洲不用作假，为什么我们可以抽那么多次？真羡，很羡慕，真的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、欸？没有跟你讲，抽卡抽后面抽太多反而会很痛，头会很痛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抽太久反而会很痛，出来。陪我啦，陪我啦！我离你还很远，你知道吗？十八抽的记录，哎、欸，你信心十八抽没大奖，你信心过来了，你感觉现在那个信心爆棚了。我突然觉得，其实你那个正能量好强哦、喔。我算 O 了。啊，保底不算吗？哎、欸，保底，保底要算吗？其实应该，我们跳过保底，我们跳过保底，好，跳过保底。这一抽小保底，那抽不算。我现在几抽？三抽嘛，对不对？三抽。哦，所以下你下周保底了，下一抽保底。好，那一抽我们就不要算。OK， 因为这个一定炭治郎。对，这一定炭治郎。我看一下炭治郎特效是不一样，哎、欸，一样哎、欸，都是一个人跑过去。然后就是有那个他的那个衣服。炭治郎。好，炭治郎的编号是，哎、欸，我们都还没抽到大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他好，那他运气很好，因为他刚好是，你知道。他第四个人基本上正常他是拿不到保底，夏坤好，对，正常保底感觉应该要第六个人才拿得到，对啊，但因为我刚刚太秀了，太非洲了，我刚刚太秀了，所以他第四个就拿到。你这样也有一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抽到一趴的几率会变高，就是十个人里面拿到一趴的几率会变高，哦，因为保底赛，对，因为你保底次数比较多。各位不客气啦，好不好？我越飞你们拿的越好，所以我现在还是三哦，好，对，再来第四抽。你不要笑哦，感觉这一抽应该就有了。你不要笑哦，搞不好你比我高。我刚才多少18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你是可以超越我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搞不好是可以超越我、啊。我如果超过18抽才抽大奖的话，你这个月餐费我全包了。你自己说的哦，我自己说的、啊。各位观众有听到对不对？绝对不可能。今天才4月1日哦，绝对不可能。哎、欸，今天愚人节哦。不会，我不会这样。愚人节真的吗？你不会开愚人节玩笑的？不会，我马上就抽到了。你。第五抽，这第五抽，十八抽真的太难了啦！我怎么说？十八抽真的太难了。你听我解释，人是不能乱立起的。我每次立起没有，不可能吧？还是我先命一下工程师？没有，请你住手！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的没抽到，我跟你讲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明天开始每天来你家。好，我明天开始每天晚餐到你家，这一抽就有了，到你家楼下报到。明天开始就是我带我老婆带子云每天到你家楼下报到。你要不要把你阿公阿妈都带来？欸、我。那个我老婆家大家族来个100个应该有机会。现在第几抽啊？第三四五六抽，再来第七了、欸。OK。第七抽。第七抽。开闸都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好，关起来了。第七抽。到底有没有人影？而且不知道是我幻觉，我觉得这是鬼灭抽的 BGM， 听起来很凉。你说那个日本音乐、喔？对对对，日本音乐就听起来很凉，虽然好听，但听起来很凉。不过这样子不错啦，可以让大家多拿一点一趴大奖。你知道我用心良苦了，哇靠！哎、欸，其实你也不弱，我真的不弱、欸，你也蛮秀。我刚刚哎，保底前三嘛，我这是第几抽啊？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平均七八抽咬一只啊，你这第八了，是吗？八对八，对八了吧？哎、欸，对八第八，哎、欸、对5+5+3，因为保底不算5+3+5+3，第八抽第九了吧？这第九、嗯、还是第八？第九。永远不要忘记你三分钟前说的话。VOD 会有留存记录，怎么可能会有七千多的观众看到了你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重登一下游戏好了，绝对不可能。观众可以超越我。我如果超过十八抽才抽大奖的话，这个奖杯我全包。我觉得这游戏怪怪的。请不要在那边，请不要在那边找了一些奇怪的 table 好不好？不会啦，不会来就不会来。第九吗？第九，你要第九，你要第九。等一下，如果我十八抽内中怎么办？你十八抽内啊，等等吃我请啊。好 ，OK 吧，可以。OK， 可以。因为其实照来讲，十八抽要没抽到的几率是比较低，是真的很低，真的蛮难的啦。真的。有戏。哎、欸，真的扯哎、欸。
欸，今天我、真的好扯哦、欸。今天真的好秀。欸，你平常抽什么有长这样吗？我不可能这样子。你今天好秀。正常来说，十连抽一定会有一只啊。欸，你现在已经十连抽了。十一吗？十一，十一，十一。我干。越来越接近了。哦，越好玩，好玩。不太好玩，不太好玩。好玩，好玩。非洲凝，你是不是在非洲凝视我？我在看你。你看我的眼神，你看着你。十二吗？还是十三？十二，十二，十二。眯眯一下，有没有人影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有有有，我看到了。OK， 越来越开心了，越来越有 feel 了。那个嘴在哪里？对不对？那个明天早上、晚上我们准时到小雪家楼下。我被他感染了、欸，准时报道。我正常不会这么黑的，你知道吗？十十三。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问题喽？干、okay! 啊！哎、欸，好嗨哦！哎、欸，好黑哦！哎、欸，这超扯的哎、欸！呜呜呜！有料，有料，有料，有料！十三，你好有料哦，小旭，没想到你这么得意，有这个非洲的基因哦。你也蛮有天赋。十四，十四哦，十四，你四五六七八，还有五次的机会，还有五次，还有五次，啊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、欸！啊可恶啊！我们先谢谢谢谢大碗。哎，好了，米豆，哎、欸，怎么都是米豆子啊？米豆子可爱、啊。靠腰！可恶，差一点呢、欸。好了，我就说啊，十八抽的记录到底怎么破？还好了，对啊，毕竟这个你比较容易抽到了，等天请你吃一餐都不错。你是一个月来越表演。换你哦，现在我们的记录是十八次，应该不可能。没有，你不能只想那些。最多的、我们要想最少的，最少是几次？目前就是这次单抽，这次就是最少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不可能。一，谢谢大家。小吉做一下试试的。我很怕、啊，真的是个黄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真的很非洲。我们这一轮真的很非洲，真的有点夸张。对啊，我觉得真的怪怪的。正常来说，大概都会有四五张啊，一轮抽一轮。我觉得就是不包括碳自然。对啊，怎么那么扯啊？公园形态。你有公园形态是不是？有，就是班子里面抽不好的时候，他会给我睡袋，叫我去睡公园。你家前面的，你家附近那个公园不错了、真的？你家会不会蚊子会不会很多？欸，前阵子去觉得还好啦，晚上还会有阿伯跟你打招呼、啊。我那个公园，欸，早上超多老人，早上很多，对啊，超多欸。欸，我们今天其实很扯，我们都是有点飞的。我觉得我还行。你比较扯一点，你其实也没好了。你跟十三抽也蛮多。十三啊，我是十三还是？你是十三跟六。十三跟六。你是一个十三，一个六，然后我目前是一个七，一个十八。哇，你都记那么清楚哦、啊，看来是很常在抽卡。欸、因为常常都会算一下这些几率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料吧？是第一次。四抽。四抽。有没有？刚刚越飞，这里就越哦 ，OK 的吧？哎、欸，一有抽，一有有料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没抽到大哥哎、欸。大哥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一张都没有。没有大哥哎、欸。一张大哥。我们还剩四个人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你试试哦。对，是是是是，今天应该还会至少有一只探子了。大哥可以用换的哦。对对对，你抓重复的可以换。大哥哦，谢谢太阳勇士。这么佛？对，现在的二奖啊，除了一趴以外的二奖可以互换。啊？我抽你要抽一万一吗？可是你要一个素材才可以去互换，那个素材就是你抽一轮三十五抽才可以拿到一个。哦，要用那个素材去换。可是那我三十抽，就算我有一个没抽到，我用素材换不就好？你要三十五抽才会有那个素材。那感觉 CP 还是很高、啊。可是那个35抽那个素材是之前的卡池也可以拿来用。哦。之前前一轮的前一个合作的什么的，你只要抽35抽就拿到那个素材。那很爽。你可以上次不用，你可以留在这次用也可以。那我觉得很爽，因为感觉、啊就是啊、感觉，因为我觉得神魔的合作卡池就是一定是至少抽到保底。对啊。这个就是一个很佛的游戏，你知道吗？这第二。为什么那么佛？大家骂的这么开心？对啊，为什么你们要骂？为什么你要骂？对，没有欠你们呢、欸。这第几啊？第二。第三。第三。第三，这非洲家族要多一个人。非洲家族有谁？目前有你跟蓝猫，我蓝猫聂宝贝丽美，你现在把它四个人啊、哦？对，你现在把它加入。如果我哪天去突击的话，我可以当第五。哦，你可以当第五，有缘分来了，有缘分会随时欢迎你、啊。第四吗？突击随时欢迎你。第四，第四。靠啊！所以这样，你刚刚那个真的蛮欧的哎、欸。有的时候你骂最凶哎、欸，你好意思哦？啊？我是带头骂的那个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有一个人说他想要大哥，这个赖冠宇。哦，他是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哦、下一个，下一个想要大哥，下一个是你抽哦，没你看能不能帮他抽大哥、欸。但我觉得下一个有可能会探子了，因为快保底了。啊，对哦，没有，不会，你这里抽到就有机会是大哥了。我不可能抽到保底吧？
欸，不过讲真的，其实我跟你，我觉得越喜欢一个游戏，你反而更容易去骂他。哦，因为爱之深，真的这句话真的说得很有道理。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他身上，你会希望他更好。没错啊，你说出了大家的心声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哦，朱立伦什么梗啊？为什么一直看到朱立伦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个啊，朱立伦那个懒猫。嗯，因为之前懒猫就是有一次那个我们抽怪物弹珠的合作，嗯，他十抽七只，一只柱，一只柱是小奖，小奖，但几率大概10%，他十抽七只，所以是很非洲是不是，没有就很秀，就很秀，这个操作，对，这个操作就是蛮秀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观众最近都说神魔女将你是最正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我想再听你亲自跟我讲一下，为什么你是最正的？我不想承认这个例子。可是我也看过了。欸，我给你看一个语音。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你有很无言吗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这是那个愚人节。愚人节。愚人节，靠背。你想要看那个吗？我再给你看一个好笑的。哦，你还有一个有料，还有更好笑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许。哎，你点这张，哪个？你点这张，这个。哎，你点它。这是你吗？这是平民百姓。哦，这平民百姓哦。对。因为他的招牌，他就是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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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觉得很靠背。超高的！哎，那他里面放招会喊吗？放招会喊吗？哎，因为我都没有开、欸。哦，因为我感觉放招会喊蛮靠背的。因为你不觉得这角色其实跟他蛮像的，就是他自己都说他是这张角色。对，那个发型。我觉得他的那个额头还会、欸、会哦，你里面哦，实战你就欧拉，实战那么有料，对不对？难怪你玩神魔不开声音、啊，真的不开声音。我开靠背，我放个技能那边，我大家好。欧拉，招牌之 ，OK。对，用兵啊，用兵可以用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料。来，到底是谁呢？不会又是迷豆子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大哥，差一个，差一个呢？伙伴，没关系啦，我再来个大哥就没问题了。哦，你这个，我们照规矩来。对，我们照规矩。2668，2668 ，OK、欸。大哥真的好帅、啊，真的帅啊！大哥真的帅，而且他特效做很帅、嗯。我有看到大哥，因为我看你影片，大哥我真的觉得超帅。哎、欸，那个也，哎、欸，连续两只大哥有没有啊？颜色不对。抱歉了，兄弟。颜色不对。抱歉了，兄弟。抱歉了，赖冠颖。两只啊，两只可以拿去换吧？哎、欸，不行，这直接进包包。对啊，这直接进包包的。哦，进包包就不能换。这不能换。对，要你自己抽到才可以换。哎、欸，不过我这里也好猛、喔，单抽哎、欸。啊，可以啦。哎、欸，你开始欧了、欸。开始。因为刚刚那18抽就是宵夜账。对，刚刚18抽就是宵夜账，一抽入。还有两个，剩两个。对。他真的好，我觉得今天最屌的。3连发。哇，大哥，哎呦，哎、欸，一直抽一勇，又是一勇，哎、欸。好快乐哦！哎、欸，快乐起来了，快乐起来了。再来剩最后一个名额，顺序的对不对？要照顺序。那我们要不要直接10连？你10连啊，看有没有啊 ？OK， 照顺序。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会，这次之后一定还会再中，因为上两轮太飞了。那你是不好说，他想换自然对不对？来，欸、那我就直接10连了，出发吧。好、啊，出发。来提一下10连。哎、欸，这样我这10连如果没有黑影，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？哎、欸，一定有三自然，一定会有三自然，一定会有三自然。所以这个就是至少三自然。我们看前面有没有。一个一个善意，你对一个一个看，来，啊，没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米豆子，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抽的米豆子，超多的，哎、欸，这一轮蛮欧的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一轮连出、欸，哎，对啊，这一轮很欧，真的很，我们第一轮超级惨，嗯，这一轮连抽，18抽那次最扯，18抽那次很扯 ，OK， 哎、欸，那我直接 skip， 好，直接 skip 吧，看有没有其他字。欸、啊，可惜，刚好卡一只米豆子。哇，没有米豆子，他就拿到三只卵了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好吧，差不多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了。等等，那吃饭了，该去快乐吃饭了。OK 啊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恭喜这10个中奖者，好吧。